今天的话，咱们在这边啊做这个塔姆塔姆事件啊。这个小姑娘呢告诉我们，她的父亲啊因为生病了倒在床上啊，需要去阿罗山顶拿这个药草啊来治疗她的父亲。所以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话就来做一回救死扶伤的医生啊。这个任务完全只要一分钟就能完成啊。好了，任务已经完成，是不是很快？像这个道具其实还是不错的啊，可以全部异常状态耐性加二啊。